现在我们去帮幺爸啊，去拿一点那个油菜炸的油拉回去啊。啊，好不得，耶耶，那么巧，你干啥？你干啥？炒房子，哪里嘛？哪里？有点什么？还有啦？还有啦？就那么天天好多，上得到？相信我嘛？好多天嘛？几百斤嘛？裤有好多斤嘛？不三百多斤是吧？有一百多斤。两百多斤。两百斤是吧？两百多。那先拿到那儿，现在先发，走吧，先把装车上去。装哪个嘛？装哪个？你慢慢报车。我吧，我真报车。那我开要不？我报车。我那经常拿重货的。那儿把那个山西那个放在你那个店里。啊。到时候我们走到这来拿。这点油嘛，你给了吗？这三十斤在那是吧？嗯，三十斤放在前头嘛，三十斤放在脚边哦，放在脚边，对啊。口不是用的，哎，是吧？我直接拿过去哦，你后头来哦。一个足迹，看到没？哇，这里个路好难走，有点难喽。这个路有点靠技术了。哎，我底盘改了嘛，不得行。底盘都是上来打，不得行，底盘改了。到了啊，这个还是比较厉害，生命力比较顽强。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嗯，太好了，这个路。还好啊，这个路还叫好啊。太好了。要得他们呢？要得他们上来，等下了嘛，我等下，等下我下。这一边看，这边走，不动就不说的。还好没拉好多嘞。啷个样啷个样？一次性全部拉个上了是噻？哎。嗯。我把你夹出去了嘛，哎，把放到门口，还幺爸他们等儿来夹噻。幺爸的嘛，等儿还要拿东西下去的，还有还哎呀，拿啥？嘿，弄半天一点动静。哦，把我放到那儿的噻，谢谢了啊。哇，我就是用他那个车子把车子搞脏了。好没用那个。
耶，你把它摆嘛。开什么？现在回去了啊。哎，好热。这个车还是有点猛啊，直接就弄上来了。